喂，这讲那个大陆无神论啊，不是，他不是早些年才讲，最近还在讲，是因为什么？上次看那个周立波那个秀嘛，他在台上就讲他是无神论嘛，这是表示什么？他普遍的教育就是这个嘛，无神论，就是这个周立波啊，那个周立波秀啊，随便找一找，就是随便找一找得到，就是在他的秀的其中一场，他就在台上说他是无神论的嘛。就是大陆普遍教育嘛，那你这会有一个，你既然无神论，那你对用这个公园做一个大家的普遍的一个标准，那你怎么面对嘛？公园就是讲耶稣的啊，公园就是西元，对吧？大陆叫公园，它避开这个西嘛，就是西元，就是before Christ，对不对？跟 AD 嘛，对不对？BC 跟 AD 嘛，啊对啊，你为什么要用这个 Christ 的这个西西这个来当这个全部年号的这个一个标准呢？你怎么不用这个毛泽东元年呢？对，你怎么不用毛元年呢？对，毛元年也是可以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你要说通，你既然无神论了，你为什么要用这关于耶稣有关的这种公园来祭典呢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不是之前讲的，现在才在讲啊。周立波他在台上讲的，你叫周立波来，对不对？他说他是无神论的，他是无神论，谁教他的？课本教他的嘛，是不是？狂操你妈的！